商用面粉搅拌机不停运转。中秋节将至，慈济澳洲分会成立素心月饼制作团队，从八月下旬开始，连续三周要完成4000颗月饼的制作。他们也不怕我们犯错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一起去，一直大家一起讨论去改进，因为这边的人都很能够接受我们的意见，是好的，大家就一起往前做，我是觉得这个是很棒的。制作团队的婆婆妈妈有烘焙老手，也有没经验的初学者，大家做中学，包括饼皮、馅料都有标准重量。杨慧莲首次担任总协调，感恩大家互相补位，有信有力。没有，我因为我在很多细节的带领下的，我的没完全的没有困难。一个个的月饼出炉，阵阵飘香，职工简单包装，有些人不止认购，更额外再捐爱心。看新闻，好多大学生就是，吃饭也很困难。我觉得，帮他捐这500块钱，来回报他的，养育过他的学校和那些学生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吧，尽一点心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侨居异乡的慈济人，透过手做的爱心月饼，思乡也传递温情。大爱新闻，之盛敏志工陈慧玲、林美凤、严秀聪，澳洲报道。